两块，四块。八块四份。好，来六块，翻八块。这白带的正的，当地爱收盐吗？来两块，来四块。四份。来六块，同款八块来。来。靠背靠背来，两块四块。鸡腿排三百，咸猪肉三百。来两块四块。好，等一下帮你留哈。八块来，靠迄落大地，靠两个无，来两块四块来。等一下帮你留哈。八块块三百，靠人哦，三百块，300块无人，鱿鱼花哈。来700来，阿小奈找七八将来。鱿鱼花来。老人婚哦。好。啊，太好了，你现在切什么？阿松，等下金木炉500帮我留两份，原本是一份，现在变两份哦。好，来两块来，老人婚要。哎。好，老人婚来，留一份。来，老人来，老人到你。阿翔。那我要卖了。好，叶大姐，你的东西都留了。还能大，还可能大。啊？一箱。你要偌济？一箱啦。一箱，加加一箱尔嘞。嗯。我加一箱尔嘞。哎呀，我加加一箱尔。后边三个啦，上尾两包哦。后边三个啦，后面三个啦。这是客人的。那个留的，留的，留的。水，这边是新北市。盐土城区延吉街164号。台地各这新北市土城区延吉街164号。三个来，四个。英文就是 New 台北 City 土城只有腌鸡肉的 Number 164。马哥好了，再啊，好我。桌上还有。桌上还有。小一干娘那几箱的啊，老黑嘛，春天来200块块来无，只春节尔，两百，来掏钱来。阿雄，那先猪肉几条？都给他。来200块掏钱，把大后面那里。看谁？把大后面，把大。来200块来无？来200鱿鱼花来后面再一个。狗六明天有。来后面再一个来鱿鱼花。来鱿鱼花，够人来无？来200块。我先跟各位讲哦，斗六场只做到三月哦，三月过后可能可能会跑到桃园。至于桃园哪里？我目前知道的是，可能是桃园市南门市场正在找位置。然后还有那个。桃园龙潭还是八德，没有去看。八个过头，老弟，八个，好，当然咯，做咩？后街买又要买无呢？快吐血！对不起，对哦，我用鸡腿堡。你最了，我这等于夹三明治好食，夹三明治，要买只厝内去夹三明治，做只汉堡好食啦。爱食我最食起买两包，我等于这油，这气炸锅你敢真个油啊？哦，气炸锅用油，这只好食。爱食宵夜最食买两包，好对啊。早餐店一个单点都要20块啦，这四碟来，五碟来，六碟来，七碟来，八碟来，九碟来，这十碟来，这我你买来200块来。我想话你，我袂记的，是啊，会到九碟来十碟。
啊，一招就一人给买两百块的，十二叠两百，十四叠两百，十六叠两百，好你讲买啊？来这两叠我上单了，十八叠来，二十叠两百好你啦。这里开场。海力，海，四，来，这用条我帮你签。十二，十四，十六，十八，海力再来两包，包来。够无？鸡腿堡，鸡腿堡，鸡腿堡够无？来来来，给我套了，给我套了，套了进来。会连招。你怪惊的，惊啥啦？头啊的，干嘛给你拍了啦？你拍是挂。普通的鸡腿堡，那是早餐店在用的，那就是早餐店用的香鸡堡，真的是东方。阿弟，阿西，来，会来你招来，招来，来你，我来，四条来，六条来，八条来，十条来，十二条来，十四条来，十六条来，十八条来，二十条来，200块，来你阿边。那一包要30块吧？来你，这一包来，这一包套了啊，三包嘞。这个就那个。早餐店那个香鸡堡，我知道我之前要买，我是讲伊安尼几包诶，我唔知。来，你走三包啊！你前面就一开始拆两包啦，你一开始拆两包，三包已经三包了。啊，你无啊，你无啊，即啦，即60块，60块先卖，60，200块。来，蚵啊，有人要，蚵啊也好。偶尔三包肉，三包块先卖。偶尔三包肉，三包包十包吧，过来要蚵仔无？你买一包，还只买一包。这里，来各位，你们差不多要准备。剩下两包了没有？大概半个小时要准备出发了，有流动性的大概半个小时后要准备出发了。我先不吃蚵仔，蚵仔准吃两。东西差不多了。包一包，我过来买无？一包一包诶。啊，这鸡汤出去两包，先不吃鸡汤，这蒜头鸡啦。哦，这蒜头鸡啦，这哦，我讲食2.5公斤，甲前下拢同款嘞。来，你注意听讲，这哦，今年最后一批还过来哦，啊，到年底还有啊，500块，咱食拢5.2。五百二哦。啊，无你一人一只好无？二啊五，食二啊五，来倒过来。谁啦？你咸地瓜够有无？没有。地瓜没有。好像那无伊啊，好像个面够单调，那无不会，我无看。来，鸡腿排帮我留2份。来。到底会不会来拿？会，这些都看过的。快来拿了哦！我知道，这些都看过的，放心。来，哦，谢谢，看起来，来，请这两三四五六2份哟。哎，2份。来，来，留。来，哎，你的鸡腿排帮你留了。来留。你今仔日的鸡腿排买了啊？来，三百块，下来四块，来五块，来六块，三百块头前，来，还搁什么吃来？还剩最后一个两支、四支来，这六支搁什么吃？三百块，最后一个嘛，3块，鸡腿排头前。然后谁再问这个的黑鳞鸡？黑鳞鸡，你叫啊？给你看一下。好，丢。你抓四只给我。你抓四只给我，瞬间端去外面拿。没拿。抓四只给我，瞬间端去外面拿。哪里有手套？丢掉了。来，有人要吃鲈鱼的吗？金毛龙。金毛龙，水也真正大只的。大只的，这有人要吃无？我来用，我这纯粹的手捏，再多点。还加上你的金乳流的，然后那个。大只的，这我这尾抬起上个。文明的金乳流的哈。对啊，一尾两百只，四尾还卖八百只，五尾而已。我就前面开始出开八百、700、600，免得弄我来少提两条。500块了，快快！我们这鲈鱼无，只是我这五只拢是500，有人要抄我嘞？有伤济，我买3尾就好，300块就好了。300块有没有？3尾300块，鲈鱼这3尾也来300。有人要吃无？这3尾过来300块就好，300块，有人要吃无？阿彪买的哦。阿彪来。来，过来要吃无？300块鲈鱼，鲈鱼金毛龙，哦，这下开做四万块红腿的，无人买的吼，300块，300块，三只300块，过来要吃无？3只300块，三只三百，
阿爸是两阿五百，我给你看内底，你看。来刷一百，刷一百哈。你看谁做的？就先做虾啊鱼。哎，虾啊虾啊虾啊鱼啊。每封应该是二十片了。你包啥呀？我请老鱼。一会招几的？一会招，我招几的呀？来，一会便宜嘛，一会便宜来，便宜嘛，一会便宜来，我包。来，下次还有谁要吃的？来，黑啊，我包好。黑啊，过两百文，两阿五百。啊，一斤半当一盒，一斤半啦，一斤半黑啊，一斤多啦，我你卖来四百哦。过两不吃，我讲是两阿五百好，两盒五百，都一百五百，你要吗？来，对啊。还过黑，过两百五百块，两阿五百，两盒五百多元了哈。来五百，来车子没到。来啊，你来，我讲要吃什么？讲完没有了？讲完有了。头前头讲没有了。哎呀，你我想要卖一包，没收三百嘞，分两包两百先卖。哎呀。这是零八斤，咁么够？哇，这零八斤够吧？够啊够啊够啊！哎呀，有有，老师你个傻喽！气死你！来，我来用这个介绍一家鸟啊啦，啊无人来弄，带你带个大货进来，带你个门框。来，你内底有虾仁，食无虾仁，你再退钱。你注意听讲，这哦，甲鸡汤同公司的，品质挂保证，一包一公斤，等于你搞用个小料啊。我南椒大米就会使啊，我南椒大米都百鸡汤、百鸡面，哎，这啥话？用你注意听讲，这甲贵州外口市场，你买着对啊，一包卖三块，不是贵二百，是贵二虾仁啦。哦，一包一公斤的，一人买两包，一包三块，两包是七百六。好来，这两包卖七啊六啊，这两包卖开七百，开六百，你绝对买无。这两包我就一人给上卖。五百块，你要五百块。你要吃虾仁肉羹来，黑鳞、金甲、金海，五百块我讲，五百块杀乌他还没喊。这要去带走啊！你先去，我花贵，你先去。你的钱多，要带我，等下怕被人家偷渡走。够两百无？五百块，我少钱。够啊，够啊！你搞用我烧着啊，人要吃无？五百块。小外用，你讲今年最后一批啊，真正外面。两个人客，有人要吃无？无啊吼，都没有了。来五百块来，真正你当年你搞用做早顿也好。哦，做点心嘛好吃，真正来，来，我倒去试试来。有人要吃无？五百块，不少吃个五百块。无人买，我就三人给吃买一包。二啊五条好吃面，来掏钱啊！嘿，再买没关系，两百五。有人要吃无？二啊五，你再搁等下过年再搁做啊！来，有人买你要吗？两百五哈，好好来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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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。不要。想叫你拍阿谁？你们要拍三千几千的得啊？来来，大王有一次 OK 拢有人点啦哈。大王有一次 OK。好，等一下好不好？而且都是那个小时分羹的。三好，来五百块，来弄过来，来你诶，嗯，我问第四只诶，无啊，剩大只诶尔，有人要食石斑无大只诶，好来，这一只三斤啦，一只三斤重。一三斤当大只较好睇啦，出千百条啦。哦，你倒无大无大斤，倒还用出千百条，出千百条，中你经过你熬空汤，中你经过你熬空汤，爱食啥？我问者，这只三斤，我一斤卖你三百，这只卖你九百，这卖你九百，卖你八百，卖你七百啦，我食的。要七百。差不多。要七百。六百。九只五百了，这只五百好。还没七点三百了啦。三百，哎。
很贵啊，很贵啊，贵了吧？啊，炒耳朵，过来弄个狗尾，这几样赶快来。哎，过来卖吧，300块。我无法度给你决定哦。啊，不要两个啊，不要两个。你无咧，你用啥？反正我无法度给你卖。好，细胞照。太少了，两个200，好，两个200，下一个。过来卖哦，上班啊！一只三斤，一个用一斤卖你300块，你就无地位啊！一只三斤啊，这一只放起来九百，来放过来，来过来要吃无？来300块，上班搁啥要吃？300块，300，好700，300无人卖哦，上班啊！哎呀来，你大王鱿鱼丝泰国卡拢有人看啦。大王泰国卡有人个哦，有人买。泰国卡等于三等，你要买300，300块，300，再过你再过送。大水哦，你再过你300块，我来掏钱的来。过来买只泰国卡。来，这你家姓的来，老板来，阿叔来。剪一下啦。一份就来。来，还有谁要吃章鱼脚的？最后一箱都无啊啦！等你等等，你要问我三零五四零导游，我没来吃好吃。谁说靠山就一定好？他给我看三百，买不到海参，然后就生意会好。以前做竹山的时候，根本都是来看戏。来个三百，什么镜头前个几个人来？来个三百块，先要接章鱼脚，三百块。完全都是人口，人口数的关系。这样，阿下接了下来，还挂起来。来，来个先要接泰国虾，来三百块，我先接三百，300块章鱼脚，那个三三等等，你这娃娃较大只，一支来买偌济啊嘞？过两百无300块，泰国虾，过两百哦。来阿边，阿边。来，雨山，来，被扫掉了哈。帅鱼，帅鱼，我先卖。帅鱼，这个青色鳕鱼，做出鳕鱼锅底500块，500块。来，鳕鱼哥这么吃了，青色鳕鱼做出鳕鱼锅底500。500。哎，帅一个吧，阿边还来，阿边来，阿边来。镜头。来挂起来，搬来。来500块来。500块，这边拢无要食帅爷哦。500块，阿边搁钱。今天大概又是。阿边上。10:09就下班。来，再找一个。排骨有没鳕鱼的无？最后一箱无啊！鳕鱼500块，5块500，袂求水的啦。但鳕鱼这袂求水的啦。哦，来5块500来。好，谢谢。不然要吃鳕鱼的无？清蒸鳕鱼倒出鳕鱼啊，5块500。你线上留言呢？好，排骨来。哎，还有谁要来？500块，鳕鱼最后搁一个了啦。500，出来啊，起来啊！500块，先要吃500块。500块，少一个就袂行。500，你要500。有位只三叠300嘞，只四叠400，先卖。无啊啦，400好不好？400。哎呀，别你啊别。贵鱼好来。贵，免我介绍贵家，这种方式尔，500块。哦，无你卖三百嘛，我卖两百，4叠500块。来，贵，我想要吃4叠500块，阿爹，我两个呀。好，你在后面哈。红月前珠拿到了，按鲨鱼嘞，你不是还有鲨鱼要拿吗？
陈烧鱼吗？刷鱼。对，好不要，等一下。来，再点刷鱼吧。三分钟的烧。你要多少？两个。烧多少？火烧鱼。要点菜啊，细粉啊，我点菜啊，对吧？对吧？啊，细粉，啊，那个细粉啊。啊，我先买，最后结果啊，快快讲。再来一次马杯。再来一次马杯哈。来刷鱼吧，大王最后一次。黄鱼啊，来黄鱼，我把杯子来。黄鱼我袂坐，袂刷卡。黄鱼等于做汤头做红烧就好啊啦。哦，黄鱼十五只，黄鱼十二只，黄鱼等于糖醋红烧的。哎，只黄鱼卖五百块。啊，贵族你都找到是不是？我烧卖五百块啦。反正我至少我奉献只卖两百块两百块。哎，只人买四条来五百，我卖五百，你要吃黄鱼？哎，黄鱼过来五百块，只卖两百，只三卖五百块啦。这三只五百，剩下只黄鱼四只五百，五只五百块。来。来，一条来啦，两条、三条、四条来，五条、五百块来。来，黄鱼咯，黄鱼过来，黄鱼过来。还不我先卖五百块了，五百块黄鱼，先卖加五百块。黄鱼过来卖，两只五百，四只五百，五只五百块。黄鱼我加五百块过来，要加黄鱼。无人卖，还收低，无人卖三只三百了啦。哎呀，别来了，还三只三百块，来几块嘞？两块嘞，三只三条三百块嘞，还一条嘞，两条嘞，三条好嘞。张文来一个，画面在两块的，三百块，三百块，头几个钱，头几个钱。哦，自摸三条，搁咧扣分。哈，啊，甲你自摸三条，你还搁咧扣分。啊，今个么自摸二三条，我拢赢三支呀。太无语，太丢啊！太丢了。你搁有啊？搁人买了。来，头前搁有啊？头前只有一半。啊，你那是今日起个牌子。OK 了，有人买啊！今天刚过黑年，哎呀 ，OK 啊！黑年哦，黑年过无合。哎，阿红，哎，好，不要笨蛋。好，好啦，好啦。哎，黄鱼佫想加无着啦，三百块只加无啊，无三只三百块。黄鱼佫想要加三只三百块黄鱼啊，三只三百块够人买无？黄鱼三只三，三只三百，三只三百两千，三只三百啥？三百块，有人爱好爱试试啦。哎。OK， 要袂个闹哟，去套丢呀，好套丢来，套丢包处理掉嘛。哦，可能套丢帮我处理掉来。哦。OK， 先要吃三只五百块，要留一份了。系啊，伊个啊，就是好钓的迄个啊。好嘞。来，挂伊来。OK， 佫想要吃啦，三只五百块。OK， 佫人要吃无？三只五百块，黑个。哦，黑个，三只五百块，黑个。你边钓哩？你三只过来，我边还的，有家己处理得啊。哎，最后结果呀，五百块。我给个现在五百块，这个借两个无啊，五百块，五百，五百，五百。我拄仔甲弄一个，拢有啊吼，来这些来这些来。过来套酒啊！哦，套酒来，套酒是好啊，袂啦。我你干嘛？我你干嘛？我你干嘛？来，安尼我你等我一下，我叫伊套啊，我袂食袂止，先袂食你要问一只乌面啊，买哪鱼啦？叫下面片，后买哪鱼？乌面人讲一面只加三手四尾干，有钱吃面，无钱面吃乌面啦。乌面好吃，买哪鱼啊？买哪鱼？你等下你搞打针了啊？看你有鱼啊！我要去餐厅哦，食一块比这较细块哦，一块菜叶八百。菜车要切青菜起来，一块切起来拢要三百块起条。乌面这无饱，无啥包庇，家己骨头拢无有钱，等下你搞用出打针，可能最拢好吃。乌面买哪鱼？而且现在人。